沙山幼儿园举办亲子闯关活动，设计12道的关卡，和家长陪着囡仔做会挑战，做出训练小朋友的肌肉、活动能力，以及增进家庭的亲子感情。好，需要出去跑一跑，翅膀都谁做？好，再一次。沙山乡里幼儿园举办亲子闯关运动会，总共设计12道关卡，和家长陪囡仔做会佚佗。活动正式开始进行，所有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对老师做会跳大会操热心。先把这边弄一下。好，再一次，手掌开。非常感谢那个国中校长、许校长啊，他把这么好的场地借给我们幼儿园。那么我们幼儿园所有的工作工人哦，也都非常的辛苦，还很用心的规划，那么把这个活动能够规划的到最好。那么就由办这个亲子闯关活动，来增进家长与小朋友之间的亲子互动。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。针对的是小朋友的大肌肉活动，因为我们每天在幼儿园活动的内容里面，小朋友都必须要有30分钟以上的大肌肉活动。那我们这次针对关卡有12关，让孩子只要闯完10关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精美礼物。至少停3秒。亲子闯关运动会主要是希望透过这12道的关卡，训练囡仔大肌肉的活动发展。另外嘛，希望借这届活动提升亲子活动的机会，增进家庭的情感交流。大专新闻叶宏武，陕西采访报道。